睇烈日当空，大汗搭住细汗，但系佢哋仲系充满住活力。在滂沱大雨入边，佢哋仍然好留心咁听讲解。由课室里面嘅知识到郊外嘅体验，呢一班同学都系集中精神，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究竟佢哋喺度做紧乜嘢？今集嘅艺文部落就会带你哋去睇下。由教育暨青年局和体育发展局联合举办的暑期活动，主要是希望青少年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之下开拓视野，了解人际关系和认识社会。而今次更加加入了文物先锋这个活动。文物先锋的培训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个叫做细小小嘅，即年纪较细小小嘅一啲嘅学生咁样嘅，咁可能佢哋亦都系介乎于初中咧，至到去高一阶段嘅呢啲咁嘅学生，咁所以你会见到个年龄层方面咧系比较年轻一啲。文物保育其实就唔系一个人嘅责任咯，呢个系全个澳门嘅市民，亦都系全球市民嘅责任咯。所以我哋要做嘅工作就系点样去将到呢一个信息系带到俾一个所有的人都知道，知道不是一个纯粹我知道，而是在个心里面告诉他们，我们是能够共同坚守这个理念。最主要的是他们要更加重要是能够爱这个地方，因为爱这个地方的话才会去愿意去保护这些东西。刚刚的两位都是2001年参加了由澳门特区政府举办的文物大使培训计划，而成为了第一届文物大使，最后更加成立了澳门文物大使协会，定期地举办一些培训计划，当中就包括了文物先锋这个活动。刚刚过回那个机组，分了第一、第二、第三组先，半钟了，九钟了，开始了。我哋希望令到澳門更多嘅市民咧，就關心翻我哋嘅文化遺產，因為我哋文化遺產其實就已經係好，已經係喺澳門係得翻呢一個部分，而佢好多其實都係仲未喺個文化遺產目錄名錄入邊嘅。其實我哋希望更多嘅市民亦都關心翻佢身邊，其實好多嘅歷史文化咧，其實可能喺佢哋嘅旁，喺佢哋嘅周圍嘅，亦都要主動去發掘翻佢出嚟啦。想中西兩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同一個地域，而且是這麼靠近的一個地域度，可以能夠共存，的而且確是非常之難能可貴的。咁呢個咧，正正係咧，係咧澳門歷史城區所包含的普世價值喺度，證明了中西兩族不同的人民咧，能夠喺呢個小土地上能夠包容共存，能夠和平共存。作為一個澳門人，雖然我不是澳門出世的，但我都生活了很多年了，我就覺得我有責任去保護這個地區，還有認識多一些我們自己的城市。澳門那個收衛的過程是很巴閉的，那些巴閉法呢，可以說大家說當年澳門收衛的一些經驗事給大家。其實咧，我哋個會咧就有兩個品牌活動，一個就係文物大使，一個咧就係文物先鋒。咁其實咧可以話文物先鋒咧就係文物大使嘅一個初階班，可以咁樣講。其實咧呢個活動咧其實就包含咗咧理論學習啦、理論實踐啦，同埋一個生活營咧三大部分去組成噶。全部都是海嚟噶，咁當啲海乘風拍浪的時候打埋嚟咧，其實馬國廟就是最主要嗰個港口海岸同埋漁民捕魚的地方。如果我哋自己認為咧，嗰個青年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夠凝聚到一班青年人去感受、去喜歡我哋嘅文化遺產、我哋嘅澳門本土文化，嗰個力量是遠遠大過於其他你教材又或者其他方面咯。你點樣大肆宣傳對旅客，可能宣傳到好多，但是自己本身為澳門人，你對嗰個價值同埋自己澳門嗰個文化啲都唔了解咧，好似有啲講唔過去咯。Hugo 同阿 Wing 都係大學生，同時亦都係文物大使，擔任文物先鋒嘅導師。咁我哥哥咧成日都會同我講話一啲澳門嘅小故事啊，話其實呢啲磚咧唔係成磚鋪上去或者之後有顏色嘅喎。
咁其實就係一塊磚一塊磚咁獨隻獨隻砌上去，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咯。咁之後就試下啦，面試睇下得唔得啦。咁就好慶幸自己可以成為咗第三屆嘅文物大使。咁之後一路咁樣就算係將自己嘅學嘅嘢慢慢咁樣教落去傳承開去咯。澳門作為西學東傳、東學西傳嘅首要門户，佢嘅歷史故事同埋發展經過可以話係扣人心弦。我喺南京曾經睇過一句好覺得我自己好震撼嘅一句叫做前事之師後事之鑑咯。咁其實因為我哋學呢啲歷史其實就係學前人嘅一啲嘅事蹟啦。希望我哋學過呢啲事蹟啦，其實去睇翻我哋未來嘅日子入面，我哋透過前人嘅一啲咁嘅教訓啦，我哋去睇翻我哋未來應該點樣去做人做事，呢樣係歷史俾咗一種咁樣嘅感覺啦。而且咧，澳門呢個地方咧，一路以嚟中西兩種文化喺呢度不斷咁樣嘅交匯啦，佢呢一種嘅魅力咧，其實唔單單只見證話我哋平時入嘅一啲嘅建築上面，甚至係呢個地方嘅一啲嘅風貌風情啦，其實令到一個生於斯長於斯嘅我啦，其實真係好中意呢個地方嘅歷史啦。我要你，中間嘅位置就係呢度嘅位置咧，其實就係大炮台今日嘅位置。其實呢幅地圖咧就唔算話好準嘅一幅地圖嚟嘅，因為咧大概已經係三四百年前嘅地圖，唔算話好準嘅地圖。但係呢幅地圖咧，其實清清楚楚表現咗大炮台喺當時澳門軍事防禦系統中心嘅地位喺度。要成為文物先鋒，呢一班同學必須學習一啲理論同埋歷史嘅基本知識，例如乜嘢係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嘅身遺歷程，以及城區入邊嘅建築物嘅背景資料等等。認識咗理論內容之後，當然就係要實地考察，近距離咁認識呢一啲歷史瑰寶啦。咁今日嘅活動係大院中心，你覺得會唔會有雨水？都唔會嘅，因為上一堂咧，即係星期二嗰堂都係落雨啊，同埋颱風咁樣啦，咁所以呢一堂就比較減輕咗雨勢，咁都係好寶貴經驗嚟嘅，對我哋嚟講係啊。導師在實踐學習的過程入邊，除了現場解構建築物隱含的故事之外，亦都會教他哋一些導賞員的溝通技巧。即係唔好隻照住你個稿嚟讀啦，要同觀眾眼神嘅接觸啦，同埋可以講啲即係點好咧？即係少即係傳說嗰啲俾佢哋聽咯，民間傳說有趣噶嘛，係咯，就唔好死咁樣講啲歷史咁樣咯，嗯。首先就即係你一定要熟嗰個文物嘅歷史先啦，即係你嘅資料一定要詳盡啦。咁之後就要睇你嘅説話嘅技巧，你要識得點樣去吸引聽你講嘢嘅人去吸引佢哋嘅目光咁樣。可能日常生活見到可能見到有啲人去做緊一啲破壞嘅文物嘅行為嘅，咁我哋身為澳門人啦，咁就應該去提醒佢哋唔可以咁樣做，即係每人去出一分力咁樣去保護呢啲文物咯。實踐完成之後，文物先鋒就要參與為期兩日的生活營。今日我哋就跟住班文物先鋒在陽光普照的天氣之下，接受城市定向的挑戰。同學分為小組，由導師帶領住，不可以靠現代的科技，要鬥快根據紙上面要找的地點去解答當中提出的問題。第一隊回去竹灣青年旅社的就算贏。阿婷、阿周和阿聰三個都是第二組的同學，一開始的時候都表現得比較內斂和被動，但是比賽去到中期，他們都明顯有了轉變。這條路線其實我自己都有親身去走過，就在昨天落著雨這樣走的。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可能走這條路是比較困難，因為為什麼呢？我們生活的地方大部分都在澳門半島那邊，平時是甚少來到這一頭，但他們來到這一頭初頭呢，真的好像其他組員拿著張紙望著的地點，是很茫然，他們是只是望著張紙不停在想究竟哪一個點，其實他們比較熟悉知道，但所以就去了那個點，但是他們是
未留意過自己周邊的一些物景物，其實可能我們的起點第一周邊的景物已經是在我們即是這一張紙裡面其實已經有，但他們未留意到，雖然我們導師不停去提，但到最後都是看得到成長過程，我們是不需要再去提，其實他們自己已經留意到，這一層我覺得是很開心看到他們即是肯去即係將自己融入去呢一個咁嘅生活入面去感受一下咯。我最難忘咧就係咧，其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有幾組喺度玩嘛，咁去到某一個廟嘅時候咧，我哋隔離有條路嘅斜路嘅要上去，咁見到我哋其中一組咧都一齊上去喎，咁我哋啲組員咧都覺得應該呢條路都係啱㗎啦，咁就一齊跟住上去。咁我哋都係啦，佢哋話要去廁所啊，咁就跟住條路上去啦。咁就變咗我哋就話，因為我哋其實深知道嗰條路其實就唔啱。我哋都提示就話啊，其實係咪真係呢個方向啊？即係等佢哋去思考一下，係咪人哋去嘅地方就真係你哋要行嘅地方咧？咁我哋見到啊，真係其實另外個組真係一路行得越嚟越遠喎。咁佢哋就開始思考翻，咦？又真係好似係喎。咁點解人哋會喺身邊提醒你咧？究竟係咪應該你哋要諗翻條路係點咧？咁佢哋最尾咧真係調翻轉頭去選擇去行翻轉頭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啊比較特別。其實我哋平時生活都好多時會遇到，可能覺得人哋做嘅嘢，咁我哋跟住就冇錯㗎。其實原來自己都可以獨立去思考翻，自己的方法可能都是啱嘅，可以嘗試一下咁樣。唔知佢哋三個又點睇今次嘅體驗呢？大嗌跑啊！喺邊？係咪阿 Wing 嗌？我聽唔到佢。總之嗌我哋跑啊！之後我就唔知邊條路啊，就是但揾咗一條就衝咗上去，之後發現係掘頭路嚟啊，要兜翻落嚟。即係幾辛苦一下咯，初頭都幾彷徨，因為即係唔知要做啲乜嘢啊嘛，開頭。跟住好彩有啲導師幫我哋，所以先至 warm up 完之後就冇問題。係啊，不停地提醒。我覺得最刺激係最尾跑落嚟嗰剎那咯，因為三組都係曬度啊嘛，係啦，但係到咗第二啦，就。攞到咁大沓啦，望住都唔知邊度打邊度嘅，又唔知點樣去啦。後屘就決定咁樣三張紙，每人一張咁樣，可以試下沿路睇下，見到邊度就去邊度，咁樣就加快完成任務嘅時間。既然係廟啦，咁啲人非常之做緊拜祀嗰啲，咁即係代表啲廟同人佢哋住嘅地方係非常之生活非常之近嘅。咁你覺得廟可以喺邊度揾到？嗱，呢度係第二間。第一度啊，唔識講咧，就喺度食咯。係咪呢度？試下多多先啊！到咗整個計劃嘅最後一日，每一組嘅同學都要做一份功課，就係要喺澳門揾出佢哋心目中嘅世界級文化遺產，然後再做一份彙報。今日同學就一早起身，食過早餐之後，都好認真咁做最後嘅準備工作。在汇报的过程里面，同学都发挥了他们的无限创意，有些更加用生动的角色扮演来演绎不同景点的故事，惹来导师和同学的笑声。咁各位早晨，我们今天讲的文物就是莲峰庙。莲峰庙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叫做莲峰寺，就是最后就是这个吸食鸦片的工具，就是提醒人就不要忘记毒品的祸害。我哋知真係，我哋唔可以去掂毒品，真係會對自己對你好多嘢都會有禍害咁樣。乜事見到嗰度有個銅像喎？邊個嚟啊？咁似蔣志光嘅？呢個銅像咧係先生帶嚟嘅，你見唔見到上面嗰四個大字係乜嘢啊？先孝為公啊嘛。你知唔知點解啊？係咪天下嘅人都係男人啊？其實咧，呢個銅像咧係孫中山嘅好朋友梅屋咧，為咗紀念孫中山而送俾佢嘅。哎，看間醫醫，有咩介紹啊？小朋友，你跟住我嚟啦！你睇下呢度啲建築，呢啲建築係伊斯蘭教嘅建築風格嚟㗎。馮家志位於呢
個台東馬路附近啦，好多嘅居民咧都住喺附近，會經常會買餸啦。如果對得住得，如果拆咗佢嘅話咧，啲居民就要走咗好遠。因為其實燒烏龍呢個地方都算係特別咯。到到呢一個活動嘅尾聲，每一位文物先鋒都獲頒一份證書，而全場攞到第一名嘅就係呢一位同學。由細到大咧，我屋企人咧都好中意帶我喺澳門嘅周圍文物嘅行下嘅。但係咧，當時咧淨係聽過佢哋咁樣話，好簡略咁樣講下呢度係點樣啊，嗰度係點樣啊，就完全即係自己就冇乜了解嘅。但係咧，我今個暑假咧，我就即係發現自己原來有好多時間嘅喎，跟住咧就。見到呢個文物先鋒嘅課程，所以咧就希望去報咗呢個課程之後，可以去令到自己去對呢個澳門嘅文化遺產咧更加去認識深啲。佢令到我咧可以即係除咗係望住呢啲咁嘅文字上面嘅資料之外咧，我哋仲可以係即係親身知道呢段文字講嘅就係邊個位置啊，就係邊一嚿嘢啊咁樣嘅。因為你喺澳門都係。你想去哪就去哪，但是如果呢一旦沒有了這些交通工具、啊、或者什麼地圖那麼發達的東西呢，要自己去找東西出來就是很難的，所以呢這個這樣的活動呢就可以讓我做到這個體驗。最後導師也有他們的說話想分享給同學、哦、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一定要尊重文化，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假設我們要導賞給人聽的時候，不單止是一個市民，可能很大部分都是一些遊客，又或者總之是不認識我們澳門文化的人，我們才會介紹給他們聽。其實我真的自己很希望可以能夠令到所有的澳門人都好好去珍惜這一片的歷史城區，以及澳門的這一種這麼獨特的一種文化在這裡，更加希望他們是以一種誓死保護的一種形式在這裡，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期許。文物大使協會的宗旨其實都是幾個大字的，即傳承文化，愛護文物，就希望能夠將這些這樣的文化一路一路傳承下去，讓我們的不要說下一代，是更甚更遙遠的一代都知道有這些文化，而不是讓它失傳。開頭可能真的我剛剛參與的時候就說不會說設一個很高的期望，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會本身就會留意他們的，留意他們整個過程，慢慢我就會覺得、啊、其實他們可以某些位是可以做得到，才開始有期望。當我跟著我自己那一隊的時候，開頭我就說沒有期望咯，慢慢看到咦，原來他們懂得分工，懂得怎樣去做，慢慢覺得、啊、原來他們應該有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一些事情，就希望他們可以未來更加可以留意身邊的事物，可以將一些宣揚這個文物保護的訊息都可以帶到給他身邊的朋友咯。这个是我最基本想他们做到的事情。